吉诺掉包了。掉包？对。你怎么想到这样子的嘞？八点档都是这样演的啊。对，你是戏里发生的事啊。你没有听过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吗？你们男生就是那么不爱看戏，所以比较笨啊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嘛？怎么办嘛？你快告诉他们啊。哦。喂，我知道吉诺怎么拿到配方的。怎么拿到的？你愿意收我当徒弟，我就跟你说再见。等一下嘛，我们都是小花的好朋友啊，你愿不愿意收我，我都愿意说啦。那你不快点说啊。好啦，我说啦。那天啊，跟吉诺碰面的时候，东西被吉诺掉包了。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。你怎么突然又想到我了？你也知道啊，旁门那个家伙啊实在是太难搞了，所以我觉得呢还是把你找回来比较妥当一点啊。你早该这么做。跟你讲，那这个业界本来就是这样，不是我爱自夸，我本来就造型界第一啊。你是混蛋界的第一。制作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唐门啊，你的嘴巴不饶人，在节目里呢也得罪了很多来宾，所以我们想把你换掉，让我来代替，怎么样？我可以单独跟他谈一谈吗？走了。牛屁快放，我很忙。你香水配方卖得还顺利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听说最近有人偷了某家公司的香水配方，而且积极的寻找买主想要进行交易。可惜的是，他能想得到的我也能想得到，他所认识的人我也刚好认识，所以为了我的未来客户着想，我只好一个一个提醒他们，叫他们千万不能上当。原来真是你搞的鬼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联络了其他的买家，他们在等着我开价。哦，原来你真的拿了那个配方。你怎么好意思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待一个女孩子啊？原来你是为了那个小花来的。没资格提小花的名字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一个女孩子都不放过。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我是冲你来的，谁叫你当初要把我搞走？更何况是他自己大意粗暴，我只是顺手接收而已。钱都堆到我面前，我也不要的道理。所以在咖啡厅的时候，你就把小花的香水配方资料调包咯。是他自己笨，运气不好，被我调包都还不知道。我现在要求你立刻归还香水配方，而且你签下保证书，保证你不会泄密，否则的话我会把你依法就办。汤文，你是脑袋坏掉还是怎样？我要是不认识你，我还以为你是警察，可惜你不是警察，你现在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凭什么说这个话？最好仔细考虑清楚，
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又没证据。我们有，人证、物证都有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？是啊，我还想把你刚刚那一段播出来呢，看能不能拿个金钟奖。他们算厉害。麻烦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字，如果你有任何泄露，赔偿厂商3亿。青鸟，你又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？你敢对蒋小花做出任何事情的话，我保证让你立刻下地狱，听到没？冤枉的，那天餐厅是 Gino 把你的东西调包了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只有我知道，我把它录下来了，大家都知道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而且他还同意签下保证书，所以假设的公司不会有任何的损失，你的误会还有你的冤枉都可以被澄清。汤姆，真的是谢谢你耶，汤姆，你是一个大好人，好人一帆风顺，刷洗临门生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。七通八达，天长地久，实在是太赞了！汤姆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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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我的新发夹呢？不好意思嘞，汤姆，等我一下哦。来来来，这个，好漂亮哦！多少钱呢？今天来哈，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啦，所以。我算你不要钱，真的吗？那个不是那个时尚达人唐门吗？好帅哦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我希望他是啦，不过哈，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，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。他很喜欢你，我看得出来啦。真的吗？我告诉你哦，它是让我充满安全感的卫生棉呢。小米仔哟，小马你看干嘛？看来你是白痴死心恐怖，很快又恢复本性了。办公室呢？不用怕，我们进来就是为了证明你是无辜的。可是不小心把资料掉在咖啡厅，让吉诺有机会调包，确实是我的错啊！不是为了钱做坏事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。就是这双温暖的手，在我生命中
这冰冷的寒冬保护着我，给了我勇气和力量。汤姆，谢谢你。所以那天在咖啡厅里的时候，就把小花的香水配方资料掉了包，谁叫他自己笨，运气不好，被我掉了包都还不知道。唐门，非常谢谢你告知我事情的真相，不但保住香水配方，也让公司的损失减到最低，真的谢谢。伯母，您太客气了，这是应该。小花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就责怪你，让你受委屈，我很抱歉。这场属于我们之间的误会，就到这里结束，好吗？我想请你们吃饭。请你以及你的家人吃饭，向你们正式表达我的歉意，也作为我们之间友好的开始，你觉得呢？不用了啦，吃饭哦，没关系啦。你还会再回来上班吗？你可以继续做这份工作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不过我想哦，以我的能力跟品味，是配不上这里。伯母，既然误会已经解开了，我们先走了。那个，请你帮我跟贾斯特说，我真的不是为了钱跟他交往，从小到大都是一样。小姐，你不要发疯啊！里面在看你啊！又有什么关系嘛？汤姆，我们来庆祝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请我？拜托了。好吃哦。你们哪个地方？以前我老爸常带我来这边啊，只要我生病或是心情不好，来到这边心情就会好好。你的宠物老简单的恐龙，什么时候心情都很好，套圈圈的时候也是。人家也是会挑的好不好？这家店他开了很多年，生意都一直很好哎。还有啊，这边都有什么？包装杂志啊，名人推荐呢。我们来拍照。你真的很爱拍照哎，上次泡温泉的时候也拍，吃东西也要拍。啊，因为你吃东西的样子特别帅啊。少来！哦，真的啦，拍一张就好了嘛，干嘛那么小气？来，哎呦，不行啦，你的手要比赞。怂哎！不会啦，要传达出你真正的感受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哦，不要这个脸呐，你要笑啊，要笑啊，不然好像东西很难吃。真是够了！要不是因为他们想办法套出群诺的话，并且让郭主任容易存证，
就没办法证明小花清白啊，知道了吗？豆子啊，看在你帮小花的份上，明天就来上班吧。上班？为什么要上班啊？你忘了？就算了。哇、哦，你愿意收我当徒弟啦？妈，你不是不收徒弟吗？我不管了，哎，说话要算话，你不能这个样子啊。是啊，我不收徒弟，那我收助理啊。哦耶！我终于可以当造型师的助理了，太好了！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豆子，你也太开心了吧 ！Tommy， 这个家伙太恶心了吧！开除他！开除他！你们两个下次谁敢这样子，我就砍谁！哦，是。这算是因祸得福吗？小花因祸，我得福。是不是因祸得福不知道，不过你现在叫幸灾乐祸。这件事情呢，证明大家对团队精神的重要性。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庆祝？我们不是已经在庆祝了吗？可以再更热闹一点呢、啊。再热闹一点哦？什么意思？我也是。他说我也是，代表他也爱我们。里面有没有包括我啊？恋爱，好好哦。为什么听到他说我也是的时候，我会脸红啊？好害羞啊！这么说，我们是冤枉那个蒋小花了。是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为了钱跟假设交往是事实啊。也许那是一场误会啊。误会？伯母，假设的想要嫁入豪门的人是我，对你们家的钱有兴趣的人是我，把香水配方卖给吉诺的人是我。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就是这样一个虚荣的女生啊。思乐，你的想法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很乱也很烦。好吧，那你们就先哭荡一段时间。我就是了。这样也好，反正你也不喜欢蒋小花嫁给思乐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我也累了，我要回房间去了。妈，晚安。晚安。跟大叔20几年没见，大叔几乎一点也没变。没想到小花是大叔的女儿。当初我在最低潮最沮丧的时候，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跟安慰。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求求你。咔咔咔咔咔，会不会演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换人就不要演啦、啊。对不起，换演就换人嘛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的错误，我
接错话，所以影响到他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反对他女儿跟思乐交往，还差点把他女儿送交法办的人，居然是我。今天谢谢你。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啦。可是你最近怎么了？好像有心事哎。其实我跟晴天在一起。晴天，你说这部戏的男主角、啊？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我只是个小灵眼，所以我恋情不能曝光，我心里很苦。大树，我只有告诉你一个人哦，你不可以跟别人说。雅安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怀孕了，他还不要我，我活着干嘛？雅安，你这是在干嘛啊？大叔，我真的好难过。你帮我把这孩子送给别人，他是孤儿院。你忍心吗？我没有办法再看到这孩子，看到他，我就是想起他爸爸的恨。那你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想离开这里。这个孩子是雅安的孩子，我舍不得把他送走，所以一直抚养到现在，已经20几年了，雅安一直都没有消息，现在突然的出现，巧的是居然是贾斯勒的母亲。哎呀，贾斯勒的母亲，小黄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可以跟贾志乐在一起。哎呦，大事啊！我知道哦，你在生气哦，没小黄被人家冤枉的事情啦。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我爸小黄他……老爸，你不要担心啊。经过这件事哦，我已经明白了。虽然贾志乐他对我很好，也很喜欢我，可是我跟他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没有那个命嫁入豪门呐、啊！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来坐。小花，其实你爸爸很疼你呢。为了你的事情哦，我感觉最近哦，他有一点要嗅毒嗅毒。虽然我们竞价的成本并不高，但是我们哈还是要算客人贵一点，最多杀价杀200，不是，是20。小花，我去赶个通告，晚点回来。哎，老爸你加油哦，哎演好哦。
们可以出去聊一聊吗？哦。关于香水配方的事，我很抱歉，冤枉你。不是啦，我也有错啦。如果不是我不小心把东西掉到餐厅了，也不会让吉诺掉包。跟我讲话，你会紧张吗？很紧张啊。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跟思乐……不，请你放心啦，我跟贾思乐会是永远的同学，永远的朋友，我不会跟他交往。我不是要问你这个，我是要问你说，你跟思乐认识那么久了，可是我都不晓得你家里跟你家人的事，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可以呢。那家饰品店，你爸爸开的？其实是我想开的，然后老爸阿妈帮我出钱。生意好吗？生意哦，是还不错啦。哦，有时候都忙不过来呢。像我之前到你公司上班啊，老爸还要一边顾店，还要一边跑通告，很辛苦呢。而且常常哦，都记错价钱，还不知道东西放哪里。他还在当临时演员。伯母，你怎么知道我老爸在当临时演员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他在接通告吗？对啦。其实演戏哈是我老爸的梦想啦。老爸跟我说过哦，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演戏。那你妈妈呢？我没有妈妈。你没有妈妈？对啊，我妈妈哦在把我生出来的时候就过世了。那你知道你妈长什么样子吗？不知道哎。阿妈是跟我说啊，她怕老爸会伤心，所以哦，家里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。不过我有问过阿妈，妈妈长什么样子？她说她很温柔，很漂亮。难怪你小时候，我都是看到你阿妈来参加母姐会。你阿妈很辛苦。对呀。而且阿妈很疼我哎，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爸爸跟你阿妈，说我想请他们吃饭。没有，就像母姐会这样而已。那好啊，小姐，母亲节快到了，要不要买束花送给妈妈？我不是，谢谢。伯母没关系啦，你喜欢的买一束给你。不用了，好，不用。小姐，你挑一束吧。你别爱吃，我对它过敏。爱吃。伯母，你跟我一样对它过敏哦。回家。
真的是卷发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整理你小时候的照片，早点睡。吃饭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嘛。再说，也不知道小花还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吃几次，不知道小花还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多久。你是三八哦，今天是母亲节呢，你是靠衰哦。对啊，老爸干嘛这样讲？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哎呀。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小花早晚要嫁给人家的啊。我不就有说过吗？如果我嫁人了，会把老爸阿妈带在身边。小花，那从小啊，你就没有妈妈可以让你过母亲节，你会怪我？不会啊，跟阿妈一起也是可以过母亲节啊。对了，唐门虽然有妈妈，却没办法跟妈妈一起过母亲节，她今天一定很孤单啊！我要出去一下。等一下，小花，要吃饭了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去找孩子出来帮忙分猪饲料啦。再让我锁个门吧。好。唐门，家长在啦，你不要客气哦，哈、哦，出来，来吃。我的老爸哈、哦，他
厨艺真的是非常好哦，平时没有重要节日他是不可能下厨的。来，你吃吃看他这个招牌菜啦，番茄菠菜面疙瘩，很好吃哦。怎么啦？庆祝一下嘛，人家说啊，一醉解千愁。来，妈，哦，母亲节快乐。啊，老爸，为什么要解千愁？你有什么忧愁啊？我，唐曼，来，再喝一杯，谢谢你帮我们家小花的忙。小花虽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，可是呢，她人很善良，而且呢又可爱。我跟你说，我只要看到她好，我就觉得好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明白就好。小花，小花。你看他多可爱啊！啊，老爸，你喝多了呢。伯父啊，你当初为什么会帮他取名为小花？不要问。你问我为什么帮他取名叫做？不要问。叫做蒋大树嘛，虽然叫做大树啊，可是呢，我又没有很高的志向，也没有很宏伟的成就啊，所以你看叫大树也不怎么样啊，那我就在想啊，我要怎么样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给我的美丽的女儿啊？告诉你，真巧，那个时候啊，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民歌哦。一首不够，你还要唱两首，啊，有戏啊啦！我唱给你听。
家小草实在是并不小。给我一杯酒，啊、谢谢。但是啊，这个小草讲小草这多难听啊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想，小草跟小花都一样啊，所以我就给它取名叫做小花喽，好听啊。来，小花，敬你。小花，你要答应爸爸哦，一定不可以爱上不能爱的人哦，好不好啊？爱到不该爱的人？绝对不要，懂吗？他们，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小花？我拜托你，你跟他交往好不好？求求你，你应该把他娶走啊！老爸，你在说什么啦？哎呦，大叔啊，你醉了啦！他们啊，我已经没有别人可以拜托了。小花的朋友，我只认识你跟贾四了。我不要小花跟贾四了交往，我要你跟他交往。我求求你，你说你会喜欢小花，你会照顾他，快说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你会照顾他，你会喜欢他。爸爸，我喜欢小花。我喜欢小花，我会照顾她的。谢谢，谢谢。脖子上那个东西终于拿掉了，可怜的孩子受罪了。外婆，安吉，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就不要再讨论我了啦。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应该要让你开心的。前阵子却让你生气，让你担心，对不起。那天妈情绪不稳定，不应该跟你动手的，妈也跟你道歉。哥，是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么过分的话，我真的很糟糕。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应该开开心心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干杯 ，Cheers。Yes. 外婆、阿姨，祝你们两个母亲节快乐！谢谢， Thank you. 谢谢。是了，我看啊，你就不要喜欢那个小花了，跟江蜜结婚多好啊！外婆，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哎呀，外婆这辈子啊，就是盼着你早点结婚，早点给我抱孙子。那外婆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但也要我遇到对的人吧。这江蜜不是那个对的人吗？我想，应该不是。会照顾我，这是真的吗？